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特别播出季大型二人转励志传承竞技类节目《名师高徒》，我是龚海。根据赛前的抽签，今晚我们将要进行的是颜值战队对决江哥战队。你看是不是的？谁来都不怕，我们谁也不怕。龚老师、严老师，第三轮你们会派出各自战队当中的哪一组学生呢？两位老师，请再次来到备战区，谢谢，有请。我想给他说别的，后来我想我那两个小手万一要失力咋办？就这个节目是有点打乱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节奏。那央没有上来，但是咱们还有其他人的还有机会。对啊、因为于洋呢，他在第二个节目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失利，所以说我重新调整了一下我的战术。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派的是赵家俊。行，去吧，就等你了，颁发票。家俊应该也有这个实力，而且他在丑角的这个表演的艺术上特别动人，拿捏的也非常好。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评审团们觉得眼前一亮。加油，加油，加油！调整一下情绪。太棒了，太棒了，就这么干。第二局，那就赢了。下一轮的第三组上来，咱们还要商量好。现在仅剩第三组，我准备要保留。好，好。我一直很欣赏李老师。加油！好，加油！爱谁谁，爱谁谁。我觉得颜值战队要输。赵家俊跟谁匹配，能到什么效果？我也希望就是能够保三争四的这样的效果在我的团队。别想赢，所以战士都想去打师。打胜仗，也没有很大的把握。但是老师既然选择我了，肯定是对我有信心，把自己心中那个力量。走吧，走吧，走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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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两组都是老朋友了哈，严老师，李宝良和姚丹上来之后，你只让赵家军自己上来，这会不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啊，我们有助演呢，而且赵家军一个人就会盯他两个人。一个人盯他两个人，这话说的可挺霸气啊。那两位老师请就位。好，好，加油。来，李宝良、姚丹表演区就位。有请音乐。加油，加油，加油。把头摇哎，妈耶！中华二十四村也一穷汉呐、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可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而知道您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吃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干娘啊。中华好，
走吧，跟娘走，你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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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说出肺腑的话，我若不去娘不饶啊，我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离寒窑啊。太后坐轿上大当啊，老伴骑马紧跟着哎，唱罢包公跟太后，下回再唱大锣。他们俩表现呢，从舞蹈身段，从他们俩唱腔。有请赵家俊表演区就位。心里很紧张，但是老师既然选择我，我不能让他失望。听别的老师。
盼呐、啊，这行。娘怀儿六个月，身怀险，大伙哈要喘气儿难。你难我更难，憋得我想动弹。七月八月你灯又踹，我日夜在练少林拳。刚定十月把头烫，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世。天哪！哎呀，哇！哎嗨哎嗨哎嗨、哎、呀！叫一声没心肝呐！哎，老爷！哎哎哎哎哎呀！十月怀胎，他受尽苦，九死一生。鬼门关，六斤半肉从他身上掉，说你欠他肉一点也不愿，石头缸蹦迪孙悟空只有一个，这仗谁卸推不翻。今天你要连筋带皮连骨带肉一定要付清账，分量不许差一千，就从你身上完呐、啊。上了肉案，向下台阶看来难，我没犯死罪也不够斩，割下来几块肉也不能馋，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他怎么弯呐、啊，来吧，你胳膊太细不够重，那就把我的屁股弯，你屁股有肉我嫌臭，我先选呢，这些地方逃不用，说明一刀怕砍偏，没心肝高兴记得逞，实在是没有嘴啊就别弯了，要弯哪块早学好，你支棱起耳朵别打蔫啊、嗯、老爷我最得意猪头肉啊，鼻子眼睛他零件全，连皮带骨一刀下，分量不会差一千，又给我来个勃起。两组选手回到舞台上来，酸的浑身扯皮的，他那种形象又美又哏又俏，这种东西他这个丑角体现是最好的。两组学生的演唱之后，这两位曾经是在咱们二人转总动员获得过冠军的选手，而这一位张家军也获得过季军。赵老师看过他们的表演之后，您的感受怎么样？非常棒，两组呢都是专业的二人转演员，表演的真好，给你们两位点赞，不管你们两位谁下去啊，我们劝说两位老师那一组一定留下，因为他们有一张复活的名片。啊，谁的名片？汪老师呢，您在想什么呀？因为我只看和只听男演员，女演员咱也没敢瞅，视觉上确实都很养眼、嗯、尤其男演员细腻到位，给你们点赞。好的，谢谢郭煌老师、童老师和严老师啊，看着自己队员在场上的这表演之后，童老师啊，觉得自己队员发挥得怎么样啊？哎呀，很谢谢严老师用我的代表作《胡知县断案》来 PK 我，那是我唱的，真的。家俊进步了，《胡知县断案》这一段演绎的非常的好。我再说说那个宝良和姚丹，你们今天的表现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啊！尤其姚丹从头上到脚下这个服装，哎呀，就是一直姚丹和宝良，就是他们俩就一直对二人转就这样的认真，我真的很喜欢。我希望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专家评审和大众评审们投我们辽宁省级的二人转演员一票，谢谢大家。
好，袁老师，再说说今天佳俊在场上表现的怎么样？佳俊我觉得特别的让我满意，角色诠释的特别好，在舞台上很松弛，把你的一招一式、你的表演、你的唱腔都全部的留在舞台上，让我们赏心悦目，这就是我们演员应该做的。今天你和姚丹和那宝良俩在一起 PK， 我觉得是你的荣幸，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他们在舞台上历练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丢了二人转，值得你来学习，也希望你在这个舞台上多向你的哥哥姐姐学习，同时增强你的艺术，在这个路上你永远不能停歇，不管今天我们的评审的老师多给你一张票还是少给你一张票，你一定会要欣然面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评审团一定会多给你一张票，真的，谢谢。谢谢严老师，谢谢童老师，再感谢我们的观战老师。最后，佳俊、宝良、姚丹，面对着评审团，再说几句心里话。来，今天我俩能站在这舞台上，我最感谢就是我的导师童老师，因为这机会是他给我的，我必须得做出百倍的努力。无论我走了多远，我都要对得起童老师对我这片苦心。再次谢谢你，童老师。谢谢童老师。站在这舞台上，我感觉这是我们作为每个二人转演员是最大的荣幸。我们不白学二人转一回，我们见到二人转界的最高的导师，和最高手在一起切磋，互相取长补短，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所以说今天在场每一位观众，希望你们对我们两对都做以最大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感谢，谢谢你们。好，佳俊那边想说什么？我说几句心里话吧。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节目，站在这个舞台上，最为宝贵的就是严淑平老师能够亲手一对一的指导我。老师对于艺术这一块呢要求很严谨，但是他为人很温柔，对我呢也很有耐心。我不知道老师是否满意，我只是想好好的去发挥。作为我们严淑平老师的颜值战队一个学员，我一定会记住老师的话，好好演戏，好好做人。我想赢得更多观众的掌声，我也想让更多的观众和更多的老师见证我的成长，见证我的突破。我会把青年二人转演员那股能量释放出来，我不能让你们失望，我会更加努力，谢谢。好，两组学生都说得非常的感人，同时也确实看出来了是他们的心里话。那接下来我们大众评审根据刚才两组学生在场上的表现，你们会选择支持谁呢？如果说你们支持的是颜值战队的赵佳俊，就请把红色的一面对准舞台。如果说您支持的是江歌战队的李宝良、姚丹，就请把蓝色的一面对准舞台。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请投票。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请投票。来，公布一下票数。第一排，颜值战队五票。第二排，颜值战队八票，江歌战队两票。第一排、第二排可以把牌子放下。大众评审这边，江歌战队获得三票，颜值战队37票。辛苦了，谢谢。对啊，那用他身上宝贵的都杀掉了。最终结果，颜值战队获得50票，
江歌战队5票，恭喜赵家俊晋级。谢谢。下去吧，下去。宝良姚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人生一路走来，没有常胜将军。对，当年你们获得了冠军，对，那个时候夺得了很多的掌声，甚至是宠爱。但是几年之后再次回来，在名师高徒这个舞台上，有没有想到在这一环节就要遗憾的离开啊？想过，正常，就是走到这一关，我们都已经很高兴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早就想过。来到舞台上，感觉最多的、更多的是参与，然后互相学习。这不是我们的终点，只是我们的起点，我们还会努力的。对，好。通过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多优秀的学生、选手，哪怕是唱手，能够通过比赛发现自己的不足，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希望大家能做到的，因为我们希望你们更好。好，谢谢。来吧，去和老师告个别。好。小宝，他这样的一个装扮出场之后，对你心中的原来的一个计划会不会有影响？不会呀，颜值战队有实力，没有问题。永远都是这么自信满满。因为我们小宝，小宝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民间的二人转演员，从名师高徒一直走到现在，唯一一个演反串的直接上场的这么一个演员。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没有，着急了。杨老师，你这边呢？没有，也没有了。两位老师，请就位。赵小莹，表演区就位。上至道，跪拜天宣，西施范蠡，即刻写子进宫。
命紧，声声催命多人问，叫我鞋子发红巾，心事明知祸来临，祸来临。手转得起，两只眼睛瞪溜圆，眼角还挂泪痕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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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泪我再把爱去看，只见他额头撞的血淋淋啊，看爱情疯疯癫癫，让我难相信当年的美西施让我无处寻呐、啊，他为我违心去无君，他为我亲手杀死无望的根，他为我委屈全受尽，他为我一生难为人产气，爱情热泪滚呐、啊！我和你这辈子生生死死天大地陷，再也不离分呐、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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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想起儿子，嗨，罢了，我呢，再也见不着面，回不来的。丧礼，我的
呀。倒瞧我这年迈人呐，我可依靠谁去呀？感染观众不就？儿啊，浊酒浇黄松没老，你这青松显老啊。叫我这白发人送你黑发的呀，尘埃慌忙站了起呀，二祖站在了那地矮池，跨了东张残祖啊，往啊外就走啊，大门不远面头里。哭得太像了。今天我们这个队最最牛的高校，小银，请回到舞台上来。看过了刚才两队优秀学生的表演之后，先来听一听观战名师郭老师先说吧。两位演员都很棒，特别好，不管是演二老太太也好，还是演范蠡也好，二老太太把那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劲儿演出来了，母哭子的劲头出来了，然后这个西施那种美气，就那种媚劲儿演出来了，可以说是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水平旗鼓相当。我希望你们在下一环节当中更加有优秀的表现。好，谢谢国王老师。赵小波老师呢？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啊，叫小莹上台是真是美呀，那种美，说实话演西施不是谁都能演的啊，那种美那种媚，而且特别是她唱腔特别有磁性，真的很好听。再说说那个小宝，哎呦也很棒的啊，得怎么说，他算是专业剧团的高手，但是我感觉你是民间剧团的高手，给你们两位点赞，希望你们两位都晋级。谢谢赵老师。严老师，说说小莹今天表现得怎么样，你还满意吗？应该说非常满意。西施范蠡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二人转，我为什么让他们来唱难度大的戏，在这个场合他们会有进步，而且会有很大的收获，特别是你的对方今天小宝演的是一个老太太，
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小莹一定要向她学习，她能够把用声音把情感带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说我就觉得今天我和童老师这种搭配也是很好看的，我相信我们的评审团也一定会给一个公平的举牌，公平的票数，希望你们俩都取得好成绩。也谢谢小宝今天带来非常好看的节目，谢谢。谢谢杨老师。童老师您也说说自己的感受吧。小莹表现的都很好了，从头上到脚下精心的设计。我再说说我们这个小宝，今天你的表现我非常的满意，我想呢我们的大众评审还有专家评审们也对你有一个很高度的评价，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最后小莹小宝来对着我们的评审团再说几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的我的导师严淑萍老师。这身服装就是他特意为我拿来的，对，所以说真的就像母亲一样，就是关怀着我，看着我成长，然后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谢谢老师。好，小宝来说句实话呢，我的感触是最深的，从开场上台的时候我一看我是年纪最长的，所以说呢其实我压力挺大的。首先呢要感谢我的四位导师，每一场的点评，也感谢我的好哥哥我的好导师童长江老师呢每一次对我的指导，希望呢让我这个年长的演员能够再往前进几步，也希望呢自己的艺术之路能够更加的长一点，能够多站这个舞台上几年，谢谢大家。评审团的各位评审们支持谁就举相应的牌子，如果说你们选择支持的是颜值战队的焦小莹，那么就请把红色的一面对准舞台，如果说您支持的是江歌战队的高小宝，那么就请把蓝色的一面对准舞台。我们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第一排江歌战队五票，第一排请放下。第二排颜值战队七票，江歌战队三票，第二排请放下。我们四十位大众评审，颜值战队14票，江歌战队26票，谢谢你们，请放下，辛苦了。我想要看到兄弟真的顶住了很大的压力，我的复活机会没有了，我救不了他，孤军奋战，他太牛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二人转演员，我佩服他。最终结果，颜值战队获得21票，江歌战队获得34票，恭喜高小宝晋级，再见。那小莹之前有想过在这一轮不管是和谁来进行这样的对决，想过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不，刚才上台之前我还在跟杨老师说，我是争取这把，我不给你丢人，完了，丢人了。
那既然丢人了，快去和严老师告个别吧。我说我控制没控制住。没事，好好唱。小莹准备的非常好，大众评审一定会很公平的。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相信大众评审，因为你还有21票。对对，是不是？对对，好的，对大众评审，行，谢谢大家啊，谢谢。肯定得救他呀！我走了，拜拜。江小莹，再见。拜拜。感谢你曾经付出的努力，谢谢。如果说我这个复活给他，观众会不会认？稍等，小莹，请回来。你知道此时此刻舞台灯光闪烁，音乐响起，意味着什么吗？复活了，没错，死而复生。你的老师严淑萍老师，复活成功，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恭喜焦小莹。复活成功之后，进入下一轮的比赛。谢谢大家，辛苦了，老师，下次绝对不给你丢人了。希望能如你所愿，再见，拜拜。至此，《名师高徒》第一季《师门之战》告一段落。秋波战队晋级两人，他们是李军、关明月；万王战队颜值战队和江歌战队分别晋级三人，他们是万王战队董思瑶、舒晴、董国防；颜值战队姚婷婷、赵家俊、焦小莹；江歌战队王金星、姚丹、李宝良、高小宝。明晚，师门混战大幕开启，四支战队11组学生上演车轮战对决，谁能突出重围挺进总决赛？明晚17:50，我们不见不散。